那一定是日本人。我还记得我当年8年入学的时候，我在清华园拍的第一张照片就是在大礼堂前面那个日晷旁边。是的，因为日晷上面刻着四个后来对我一生影响非常深远的清华校风，那四个字是习胜于言。那我想应该是荷塘。我们很多校友在中学的时候，在课本上都能够看到朱自清学长写的那篇散文《荷塘月色》。我们入学的时候，那个地方叫荒岛。后来毕业以后，我们回来才真正的看到什么是甜甜的叶子和亭亭的舞女的裙。是啊，清华园的好多树，一水一花，都承载着我们对校园生活的回忆。接下来我们将要欣赏的第二乐章《水木情长》，将带领我们再一次走进日晷和荷塘。那是一个夏天，池塘里的一叶深情草，一开清华园，他们把日晷送去给留下留念，让美丽刻着心声语言。时光一去不复返，该怎样珍惜似水流年？阳光下。Thank you.